Hello，大家好，请后面的干爸撒哈。那我们要介绍妈妈，妈妈，然后我们也要介绍购物宝贝。哦，这个不是购物宝贝啦，这个叫甜心派对。我们买新Nam Nam甜心派对，原来是个红的。对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所以它这个是很可爱的盲盒盲罐哦，它是甜心派对 Nam Nam 第 4.1 季，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个 4.1 耶，但是这个呢，我在超市啊或者是购物商场都没有看到，我今天是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百货公司看到的，所以还蛮特别的哦。它里面呢是个惊喜的盲罐，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然后它里面会有指甲油或者是护唇膏，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会抽到哪一个，不过指甲油就会是这样子，然后护唇膏就会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它做起来有点像冰淇淋一样。可以打开吗？好，阿宝已经打开了，小心不要剪到手手哦，可以吗？我不会剪到。好，阿宝可以吗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说明书，所以它其实应该是第四季里面又有分什么1、2、3的哦。它刚刚抽到什么？好像是护唇膏哦。而且那个囊囊天星派对啊，都好香哦。那这个哇，这个好像是肉桂的味道哎，你看好可爱哦。我找它。啊，赶紧去找找看。那阿薄的呢？然后这个是护唇膏哦，好可爱哦。阿宝可以吗？阿宝是什么呢？我觉得阿宝好像不一样耶。阿宝好像是指甲油耶，哇，好特别，好高兴哦。欸，你们两个一个人抽还不行，打开，你们两个一个人抽到护唇膏，一个人抽到指甲油耶。给我。好，我先看看怎么打开好吗？觉得阿宝的比较特别耶，因为第一次看到是指甲油，因为它出了好多护唇膏哦。然后第一次是指甲油，你看好可爱，它头上是一个柠檬哦。然后它是什么味道？嗯，感觉好像是，我闻不出来耶，很可爱。然后它把这个地方这样打开来，打开来就是一个 Nam Nam， 打开来，哦，真哦，好可爱。这个指甲油是黄色柠檬的亮粉指甲油，来，妈妈给你打开好吗？好。打开之后，阿宝可以去擦。我看一下阿甘的。那我换。宝的可以打开喽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这样转的，然后就是指甲油哦。我看看，指甲油还真的是柠檬味耶。然后请阿宝擦。阿宝，你去给自己擦指甲油好吗？可以吗？香吗？来闻一闻哈。我看看，你放着，手手放着，你手手放在那个马桌上擦。嘿 ，sparkle 有 sparkle 吗？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你擦妈妈看。阿宝自己在擦指甲油。哇，好棒哦！阿宝现在还蛮会擦指甲油的，我看看，哎，真的就亮亮的，我看看手这样子，哇，真的亮亮的。好，擦另外一只手，阿甘还在开他的护唇膏哦 ，You got it。阿宝刚刚去那个游戏中心玩，所以做劳作画的手都是那个蜡笔跟水彩的味道。哇，阿甘的打开来了，阿甘的是紫色的口红哎，护唇膏，然后有亮粉。阿甘，你擦在自己嘴巴上面吧。其实它这个擦起来小孩子都没有什么味道，就真的。怎么擦？好，你再擦。妈妈帮我。好，我看看，嘴巴打开。啊，有一点亮亮的哎，真的有香香的吗？
有、哦，所以这就是今天介绍的哦，好可爱哦，甜心派对第四点一季。然后我们很幸运哦，一个抽到护唇膏，一个抽到指甲油。干爸喜欢吗？喜欢。阿干，你有找到你抽到的是哪一个吗？嗯，没有。它好像还有发亮的。我找到了。干干的呢是这个 Blueberry Swirl Gloss Up， 是蓝莓的护唇膏。然后阿宝的是这个柠檬的 Lemonry Polish， 柠檬的亮片指甲油。然后它还有这个好，可以，还有这个也有名字哎，这个我们就不找了，太多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哦，请干宝说拜拜。拜拜。宝宝正在给芭比恶搞。